已经全没了，但是电话线完好无损。和曹先良取得联系。是。喂，曹先良，曹先良，曹先良，喂。师座，没有人接电话，可能已经全部阵亡了。不可能，我们的军旗还在，人怎么可能没有？接着联系。 我是火车。喂，喂，说话呀！还有几个伤兵号。你是谁？叫什么？我是警察。警察，我记住你了。我们弹药送完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不行，你不能下山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几分钟，你给我听好了。我是玉石师师长方先觉，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。啊？我是连长？我没当过兵。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军人。 首先，你是一个中国人，一个中国男人，在阵地上就应该打仗。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，等到我的援兵上去，你要是敢跑，我就亲手毙了你。给我，喂，喂，我怎么就当连长了？哎，我怎么就成连长了？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谁是连长啊？ 貴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。攻撃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。必ずや総下令を落とし、死んだ兵士からの仇を取ります。まずは休憩させ、戦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。はい。
连长，哎，这儿呢。哎。新连长，连长啊，这不是警察吗？怎么还连长了？新任命的，咱也得听啊。哦，是呀，得听指挥。哎呀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连长好，连长好。我在警局里边啊，就是个小所长，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。连长，你可是临危受命啊。临危受命，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儿打。老哥，我不瞒跟你说，我刚结婚没几天。哎哎，你可别叫老哥，你可是连长啊！这打了一天，肚子饿得呱呱叫啊！连长，你吃点东西吧。是啊，连长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快坐下吧。来，是啊，连长，坐坐啊。对，坐，坐。哎，老哥，啊不，兄弟。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。哎呀，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。现在出战壕，坏鬼子的喝枪的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赶紧坐。哎哎，刚才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，他在哪儿呢？可能已经牺牲了吧。啊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。他刚才救了我一命，我说有机会报答他，你却说走就走了。哎，什么声？鬼子啊，好，快，我躲起来，连长，走。一挺鬼子的机枪，小兄弟，你没死啊？你才死了呢！哎，你看，哎，这枪真漂亮。啊，是啊。哎，连长呢？连长阵亡了，现在啊，他是连长了。他是连长？怎么了？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！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？你以为我愿当？我这叫临什么？临危受命。临危受命。临危受命。嗯。拿过来我看看，拿过来，啊，嘿，挺沉啊，我拿着，要不要把桌子挪一挪？对面的，你指挥官叫什么名字？道岳四郎，南京屠城的主力啊，就是这个道岳四郎指挥的第60团。道岳四郎，名字都不像个人名。什么狼？道岳四郎。道岳四郎，老子早晚要宰了这头狼，我要宰了他！そうかれはまだ落ちんか。いまだ。敵はどの部隊だ？師団の精鋭部隊、第8軍。
しっかりと覚えておけ。我が第六師団にとって初の好敵手だ。ああ、シナ君がこれほどとは。予想を大きく裏切られた。佐藤大隊に戦車を4両追加配備、並びに命じよ。明日こそは総火力を落とせと。はっ。委座，什么情况？入夜之后日军停止了进攻，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了。日军的第一次进攻，没有任何进展。嗯，委座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啊，大家都休息吧。好。丸一日何の進展もないのか。はい、東の港湾は一度は落としたものの再び敵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。総北の戦闘はもっと激しく、佐藤大隊の中隊長2名が死亡。総北で我が軍と戦ってるのはどの部隊だ。第8軍で長は李極道。バンカレーの戦いではこの軍に我が軍の一連隊が潰されました。弱小の中国軍に足を引っ張られるとは。青木、明日各部隊に攻撃を強化するよう伝えろ。東側の部隊は50キロ前進、湘北の部隊は30キロだ。はい。连长，你想哭就哭吧，别憋着。昨天我也哭过了，我们团长把我骂了一顿。他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还没结婚。小吕，哥身上什么也没带，就剩块槟榔。你留在路上吃吧。哥给你报仇，一定报仇。一路走好，兄弟。手榴弾と火薬で配備間もない戦車を潰した。このような敵を前に
貴様らの武士道戦士は奮い立たぬか。陛下のためなら命を捧げます。这小鬼子不戴帽子，一个人扎个袋子，什么意思？这是鬼子的敢死队。敢死队，这是要跟咱们拼命啊！对。哎，咱们弹药那么少，怎么办？拼呐！近一点再打。哎，援军来了，副长官，这是我们的新任连长。长官好。你怎么穿警察衣服？我是警察李本忠，接了一个电话就当连长了。啊，是。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。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什么情况？那你还当什么连长？我是临危受命。是。临危受命。李本忠，到，跟我走。是。真威风！威风什么威风？没礼貌啊！哎，你这不手榴弹吗？我忘了。忘了你当什么兵？なぜ戻ってきた？鋼を車に持って避難兵を引きずるさんか！大佐殿。客元月、砲塔が焼いた頭へ戻ってきたのです。装甲兵がなくとも、そう彼を落としてみせるわ。
各部命令、石膏を強化させ、航空機砲兵に敵の位置を伝えろ。聖戦ガスを使う時が来た。はい、はい、李班长到。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50米处设预警地雷，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。是，李班，跟我走。我明白了，埋设预警地雷，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，地雷一响，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。营长，我问你一下，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？你问这干什么呀？我得养家糊口啊。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哎，李连长，哎，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？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。不对，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。憋什么坏主意呢？专业掩蔽，小鬼子发毒气了，屏住呼吸，发光之嘴，快，快抢住嘴，快把腿捂上，快，快捂上，趴下，都趴下，把腿捂上。牺牲，小鬼子放毒气弹了。你是谁？我是李本忠。李本忠，又是你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，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。啊！我又成营长了。长官，我们在这块阵地还要守多长时间啊？我心里好有个数。你们打得很好，守得很英勇。李本忠，拜托你了，把阵地给我守住。喂，怎么没声了？来，我听。喂，喂，营长，电话线好像断了吧？接了个电话，我又成营长了。哎呀，营长，长官什么命令？让咱们守住阵地。没得说的，营长，这阵地上死了我们那么多的敌兄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们绝不放弃。老兵，咱们还有多少人？还有16个。弟兄们，不管我是连长也好，营长也好，这是现在我说的算。守住阵地，跟小鬼子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走！拼了！我检查弹药。营长，换身服装吧，穿得像个长官一样。哪儿来的？这就别管了，裙上吧。死了也算个军人，为国捐躯了。谢谢老兵。
弟兄们，上刺刀！杀鬼子！杀鬼子！杀鬼子！没事吧，营长？我没事。你现在还能跑吗？能。怎么了？你去指挥部跟方言局师长说，请求支援，这顶不住了。不行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，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。小鬼子上来，就咱们俩就能守住阵地？啊！死了那么多弟兄，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。阵地丢了，他们不都白死了吗？不行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？这是命令。这是命令！我不去。快去！快去！那你一定得活着等我回来。给我找点槟榔回来。是。要老乡谈判的。好。
命令你们火箭入伍。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。啊，我是连长，我没当过兵。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，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。我要成营长了。通信员，营长让我从草县岭高地下来请求援兵。是刚刚派上去一个营吗？是，鬼子用了毒气弹，现在阵地上只剩下营长一个人了。王八蛋！明天天亮之前，阵地不能丢，把我的警卫连派上去。是。薛长官，我们的柏林防线成功地阻挡住了敌人第六师团的进攻。伤亡如何？拼光了几个营。罗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？也不乐观。罗长官来电话，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，第106师团向前推进了30公里。命令罗卓营部就地构筑工事，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。恐怕罗长官还要往后撤。为什么？配合106师团进攻的左支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，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，很可能遭到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前后夹击。薛长官，我的意见是命令罗卓英部退到铜鼓山一带构筑防线，告诉罗司令长官，这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必须要死守，不能让106师团和左支支队再往湘北推进一步。是，我马上发电报。你先在这儿隐蔽，我先上去看一下。我们先在这儿等等。营长，营长。喊什么喊？这儿呢，营长，营长，营长，我可找着你了。怎么样？增援部队来了吗？来了，方师长派了一个警卫连，还有一部分之前民工，都在那儿等着呢。太好了，营长，你哪来这么多弹药啊？你走以后啊，我就翻小鬼子尸体底下，你看，嘿，一箱手榴弹，就是手榴弹，这一排全是子弹。哇，就这轻机枪，我不会上子弹。我会啊。进入阵地，走。走。走。Thank you.
怎么了，向兰？向兰，没事吧，向兰？向兰，咱们必须坚持一下。来，我帮你拿着。走，走。玉慧姐。营长啊，那之前部队里边还来了两个女的，其中有一个长得个儿又高，皮肤又白，还穿着旗袍，可漂亮了。兄弟，你多长时间没见这女的了啊？一会儿我跟你说媒去，让她给你当媳妇儿。快到了，休息一下。香兰，满洲哥，哎，满洲哥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哭什么呀？别哭，别哭！哎呀，这枪林弹雨的，你跑这儿干嘛来呀？啊？我担心死你了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我这不挺好的吗？让我看看。你看看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没有。你听我跟你说，这到处都是预警地雷，啊，一会儿小鬼子要发起进攻，太危险了，你快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。一会儿这小鬼子上来，砰的一枪就能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多危险呢！回去。我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听话，你回去，这儿太危险了，赶紧回去。哎，小警察，你怎么和向兰说话呢？她一个女孩容易吗？哎呀，在家里吃不下睡不着的，听说我们来前线采访，非跟着要过来。你不要这么凶她。行，等我打完这仗我就回去啊。你把他带回去，这太危险了。这大老远都来了，让香兰跟你说两句话。香兰，一会儿咱们山坡下集合，你抓紧点时间，别耽误他作战啊。小警察，你为了香兰也得照顾好自己，别老那么凶。走，这儿不安全。钟哥，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？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，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这个电话。让我当连长。连长啊，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，命令我当营长。营长啊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。两颗星。对，这是中校。哦，营长是吧？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。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，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。